现在很多年轻人走路长期玩电脑的习惯总是拖着背，其实笔直腰走路无论做啥，说不定你也会有明星的气质哦。刘诗诗无论在什么场合的站姿都是那么有气质，不愧是学芭蕾出身的啊，她的仪态真的是小花里数一数二的，这种姿态除了她还在杨洋身上看到过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自觉地把腰杆挺得笔直，只能说这是一种习惯，某方面来说无质的那种习惯成就了他们的气质。也有网友说刘诗诗无时无刻都把背挺得太直了，网友看着都替她觉得累，但是人家都习惯了，可能学芭蕾的就会这样吧，就像有绳子拽着的感觉，就像电视剧版《何以笙箫默》里的小何以琛罗云熙，她也是学芭蕾的，背也很直很好看。再来看看刘诗诗的婚纱照，看完还是觉得挺直背真的很好看啊，坐在电脑前的你还不赶快挺直了几倍。